一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二祝姥姥姥爷寿比南山，三祝爸爸妈妈万事如意，四祝叔叔阿姨好运年年，五祝老师同学力气风帆，六祝自我超越勇往直前。1500呢个贵吓，咁啲乡下啲人咧就中意呢种咧就即系啲干燥唔会热胀冷缩嗰种咯。嗱，1500吓，好似帮我讲我老豆买啲嘢都有啲贵啊。我屋企做家私做咗成30几年、40年噶啦，啊，咁我老豆都系靠呢行养大我嘅吓。哇！乡下啲窑鸡，你睇睇，几正！嗱，年初三啊，咁啊吓，就亲亲戚戚咧就嚟探亲，呢地方咧地大物博，系嘛？窑鸡、烧烤。大家好，我叫洛丽塔。你知道我为什么叫洛丽塔吗？因为有位英语助教叫洛丽塔，我想要和他一样有才华，所以我叫洛丽塔。大家好，我叫爱丽丝。因为你知道我的为什么叫爱丽丝吗？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爸爸叫 Andy。是 A 字开头，所以我也要 A 字开头。所以你叫？所以我叫洛丽塔。洛丽塔，爱丽丝。爱丽丝是吧？你中文名字叫什么？冯芊芊。你呢？冯蕊蕊。我们今天来干什么？来拜神，对吧？好的，我们今天来拜神了。走，你们两个走前面，让，俾啲粉丝睇睇你哋系。高唔高吓？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系 Andy 啊。咁啊，今日咧翻到乡下吓，我哋呢个韶关市回龙镇吓，咁啊 ，Andy 就呢度嘅，两个女咧就过嚟探老豆咁样吓，啊咁啊，哎，那个粉芊芊。因为叫英文名唔系好惯，但系咧佢哋就好锡老豆吓。又呢个就吓，啊几好啲氛围系咪？朝早嘅时候啊，越早嚟拜神咧，啲人咧就觉得系话今年嘅运气咧可能会越嚟越好咁样咯。啊，今年嘅运气就越来越好，所以咧就我哋依家嘅时间，因为琴晚咧做嘢做到年初一。依家時間咧就係年三十10:40嚇。嗱，拜完呢個年三十呢個祠堂拜神嘅話咧，轉頭嘅話咧，翻去嗰度咧就沖涼食團圓飯噶啦。團圓飯咧就2-3点钟嗰陣時開始食噶嚇。哇！呢度神仙咁啊，神仙咁。哇，介绍一下冯芊芊、冯蕊蕊，是不是神仙的地方？这里，这明明就是烟。哇，来，祝福语，来，你妹妹呢？冯芊芊，你干嘛？你说粤语。普通话。哇，我们顶不住了，是不是？我吃吧，吃吧，吃外面。哇，頂唔順啊！哇，呢啲煙嚇啊！嚟，喂，冯芊芊呢？你就叫一下你妹妹一起来祝福语。冯芊芊，冯芊芊。嗱，呢个大佬 say 个 hi 先，大佬。Hello。Hello。大佬吓，亲大佬啊！哇！过年就是这样吓，好容易你自己又有啲胆量吓。好啊，
拜神啊，拜神。那个啊，那个拿炮一打没？拜神的，再拜神的，拜神的。对吧？拿刀来给他的，干多了。哎，好了，走吧。开始排练，知道了。来，问你，知道为什么要来这里拜神吗？因为要祝福明年有更好的收获。更好的收获是吧？嗯，很棒。同屋企人就拜完神啦吓，咁啊嚟呢度拜神嘅话咧，就系寓意，好似我细女讲嘅，寓意明年咧大家都会更加好啦。咁啊新年到，新年好啊！咁啊祝大家新一年咧买车买楼又养狗，咁啊有田有好筹啊！依家咁就到依家为止啊！咁啊食团圆饭嘅时候再影俾各位观众吓，拜拜。小主持人呐、啊，小主持人，拜拜。你的衣就拉上去，拉上去。来吧。不是，过来这里坐。凯泰。干杯呀！那个杯子在水里。对。来。来。好。哎，我有了，来，拍到我一齐录完嘅，来了，好热招，啊，前天听讲哈，是有前路哈，哎，谁要进步？要做富婆喽，是不是？那新年好啊，系。做富婆，等下你们就做小富婆，是不是？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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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嗱，干杯啦吓，今日时间就系年三十嘅晏昼两点钟吓，冇办法，乡下呢度啲人咧都系好早食饭啊。边吃饭边拍红包，嗯，哎呦，拍红包哈，啊，咁多，公先拍，站起来接红包啊，那这样子，拍，首先呢，朋友好吧，祝什么？祝福什么？长命百岁，哎，长。
棒棒的。等一下，让我想想。来，想想。福如东海。福如东海。来，到你们两个了。各在，祝福。笑口常开，身体健康。对，身体健康。啊。来，也分开的。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吧，哎，三个石头，三个石头啊，石头，怎么样？好吧，嗯，好，来，我给你们一人一个啊，你们两姐妹啊，来，要不给你阿婆，做佛爷，做佛爷，给阿婆身体健康，给阿公也身体健康，来，来，给你笑口常开，哦，牙齿都掉出来了，我笑，来。兩塊牌啊！嗱，兩分我老豆我老母啊，大啲壓歲錢係嘛？歲歲健康，身體健康。祝兒子今年賺100万回來哈！100万啊，賺唔到喎！嗱，剩低啊就細紅包。嗱，阿嫂先，阿嫂啊越來越靚嚇。哦。阿哥就嚇。唔好打咁多麻雀啦，揾多錢啦。嗱，身體健康。身體健，身體健康唔啱啊，又。福如東海。福如東海又唔啱。不是，工作順利。工作順利。其實我唔叫收工嘛，啱得。唔收。阿東啊。嚟唔嚟？唔嚟哇，真幸福！工作顺利，做生意啊，生意兴隆啊！工作顺利，说你们做生意了吗？还有那么多怎么办？怎么办？你先说。哎，我们玩一个游戏好不好？嗯。一人说一个祝福爸爸的那个祝福语，然后说错了的就扣回一个很大的红包啊！你先说。万事如意。嗯。大吉大利，一帆风顺，心想事成。对的，不准提示，哎。结婚嘞，结婚嘞。哈哈哈！尴尬。对。嗯，心想事成。心想事成。不准提示。看后面，后面，后面。看灯发财，工作顺利。嗯。那就工作顺利。工作顺利，来。这个。开花富贵，开花富贵，拔一个。什么叫花开富贵？开花富贵，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想没事，轮到你姐姐。工作顺利，五福一个。后面不是有？工作顺利，五福一个。再罚一个，你姐姐说过了。好难啊，难不难？后面知道了。事事如意。来，这里，大理。这个老板长，我要读这个。你是最醒目、最聪明的。吃了文化的亏。八方来财，八方来财。嗯。说。后面不是有吗？八方来财。后面那里有，看那。后面都没说过的。后面都没说过的。你姐姐没有说的，你姐姐没说过的。讲明下的事。认识那些字吗？我知道了，我也知道了。没轮到你，你姐姐。你看你妹妹很紧张，你提示一下你妹妹。八方来财。好，来八方来财，给多一个机会你再说多一个。财运滚滚。哇，来说第三个。哎呀，你太多红包了，你多少个？不准不够啊，还给你们看机会。后面那个。福星高照。对了。来，你数一数你姐姐拿多少个了。一样多是不是？可以呀，加油！我还有三个，还差三个吗？嗯嗯，我们吃完饭再玩好不好？哎呀，让你们考虑一下。让我说完，一帆风顺，一帆风顺已经说了。哎，谢谢你啊，老郑你妈！哎，可以考虑一下，考虑完我们散步，不然我们还开始。我们散步完的时候，我们再玩好不好？行不行？好的，行不行？那咁就新年咧，就祝大家团团圆圆吓，开开心心，心想好事成吓。咁啊，同啲小朋友2点钟食完饭咧，3点钟就大家去散步噶啦，就咁样吓啊。走太阳面仔行。
鄉下咧就冇咩開開心心嘅嚇。心想事成，你就看。平安喜樂。財源滾滾來。嚇！財源滾滾來嚇。平安喜樂。没得先，好吧，没关系，算饭的哈。那个先免除，那当没有那个。对，没当没。祝你得到五张奖状。你告诉我们的那个观众，你拿了多少张奖状？六张是吧？那各位粉丝识做啦。身体健康。我大女拿咗六张奖状吓。祝你晚安，是长的，可以哈。好啦，咁我哋食饭啦吓，诶，俾大家睇一睇，我哋食啲过年食咩餸先。嗱，即系乡下地方咩唔多，大鱼大肉多，全部自己种嘅。我阿嫂嘅出品吓，呢个系啲虾、肉丸、啊豆腐。嗱，俾大家睇睇，呢个系白切鸡、猪肚鸡、猪肚汤。青菜兩點鐘係當食晚飯係嘛？算唔算食晚飯？即係晚飯自己再打算㗎啦，自由活動時間啦。好啦，咁啊，大家一齊祝大家身體健康，笑口常開嚇。嚟，小女兒，再見。再見。嗱好啦，咁啊，依家食完飯。有些做嘢嘅啲咧就比較慢少少食團圓飯嘅，唔知點解每年我屋企咧就好早啊食呢啲團圓飯嚇，咁啊啲小朋友就嚇好開心嘅嚇，啊都塞車嚇，過年啊好多人買啲新車翻嚟，嗱呢度係 Andy 屋企啦，啊咁樣，有啲係嚟貼嗰個。叫門神子係嘛？我哋叫門神子，有啲人就話春聯啦。嗱，呢啲係貼好噶啦，好有年氣啊！做生意有時候冇辦法嘅，做到成年三十晚啦，有啲就尤其啲洗頭髮嘅嚇，兩個女幾開心。吃完飯就散步噶啦。其實呢種感覺嘅話咧，就即係每年無論忙到幾夜嘅話，我都會翻下屋企過年嘅。現在可以說了嗎？說什麼？沒有。現在你是爸爸的大女兒還是小女兒？大女兒。大女兒，多少歲了？9岁半。九歲半。啊。九岁半属什么？属马。属马。你大还是你妹妹大？我大。你高还是你妹妹高？比一下，比一下，你高还是你姐姐高？我高。你是小女儿吗？你叫什么名字？冯芊芊。冯芊芊。你最自豪的是你比你姐姐高吗？算吗？算在其中，啊，算在其中。来，那个我爸爸给个麦给你，你介绍一下这几位各是谁？这个是谁？你站在他旁边介绍一下。大家好，这是谁谁谁这样子介绍一下。这个是我的大伯。大伯，嗯，是我爸爸的哥哥。对 ，OK， 然后再继续站过去这三位。这个是我的。阿公，他是我爸爸的爸爸。我爸爸爸爸，然后呢？然后呢？这个是我的阿婆，是爸爸的妈妈。爸爸的妈妈。然后呢？还有呢？还有一个呢？我是谁？这个是我的妹妹。妹妹是什么意思？是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哥哥的老婆。嗯，没错的，哇，棒棒的，哇，那么厉害。即系依家啲小朋友咧，系唔系要啲红包咁样啊？打赏下佢先配合我啲工作。哎呦！咁啊，基本上系，即系喺乡下咧，呢个我阿妈，系呢个我阿妈。你係咪識跳廣場舞啊？
嚇，好識跳廣場舞係嘛？啊，下次影下你跳廣場舞先嚇。幾多歲啦？今年59啦。59。59。差唔多60啦，嗬。係係啊。誒，翻嚟咧就啲孫啊，同埋啲仔啊，大家係陪住啲老人家咧係。無論一年到底錢賺多少，身體健康最重要，係嘛？翻嚟屋企咧就團團圓圓咧，亦都係最重要、最開心嘅嚇。嗱，唔講啦咩？嚇，帶爸爸去哪裡啊？去遊樂場啊！去遊樂場。咁咧，可能。就有啲粉絲就問咧，會問啦，啊，你屋企咁山，你點樣去到惠州啊？點咁樣係嘛？或者去到嗰、那個中山啊咁樣係咪先？咁其實好似 Sam 哥啊話嘅，我出到去省城咧，都係以前嚟講下，都係一個成功嘅傑作嚟㗎啦。咁阿媽嚟講咧，就嚇。出到去啲鄉下啲人嘅話，鄉下咧，即係我哋正一鄉下仔啦。咁我就自在係夠勤力咯，夠勤力咯，帶咗啲資訊俾啲粉絲咁樣咯。咁有啲粉絲亦都係問：啊，你兩個女都幾大下，咁你太太去咗邊度？咁其實嘅話咧 ，Andy 就離咗婚㗎啦，咁樣啊，因為咧嗰陣時2019年咧就。係好多唔懂事啦，或者係話係自己亂咁嚟啦，係嘛？即係講真，回頭看嘅話嚇，即係自己做錯咗好多嘅，講真嚇。咁啊，呢啲分開啊，大人分開嘅事就係大人嘅事嚟嘅，就唔關小朋友係嘛？咁啊，小朋友好似依家我兩個女咁咧。就佢中意翻爸爸喺度過年就爸爸喺度過年咯，中意去媽媽嗰邊就去媽媽嗰邊過年嘅，所以暫時就比較好啲，亦都冇太大問題嚇。咁啊睇幾開心，喺度踢一踢足球啊，玩一下咁樣咯。嗱，依家係新農村啲生活噶啦嚇，咁啊啲粉絲都會問一下八卦一下 Andy 咁樣係嘛？會唔會再結婚啊？或者點樣？其實呢啲就隨緣咯，嚇、啊，隨緣噶啦。依家就總之就要踏踏實實，同埋咧唔好影響到啲小朋友以後嘅話咧，啲生活啊，等一下啊，即係啲生活啊，或者係各方面咯，即係負責起男人該負嘅責任，係嘛？第二個嘅話咧就。即係注意一下小朋友啲身心健康、心理健康就 OK 噶啦嚇。咁你話即係無非咧，可能係一個生活，一個係精神咯。生活嘅話就 Andy 啊，努力啲揾多啲錢，俾多啲好嘅生活俾小朋友，咁啊 OK 噶啦嚇。咁啊，睇下我媽60歲，我老豆啊屬虎嘅嚇。咁嘅話咧，都身體非常之硬正硬朗嚇，因為我屋企啊賣貨嘅，賣啲家私鄉下鄉鎮呢度噶啦，所以即係每日都搬搬抬抬，身體好好嚇。咁其實嘅話咧，近期嘅話咧，就亦都去見到即係來年啦，好多啲粉絲咧亦都同 Andy 講話因為前段時間嗰個美斯過嚟呢、這個。香港踢足球啊嘛，咁嘅話咧就即係好似俾我諗起咗一啲嘢嘅，好似以前 Andy 兜踎嗰陣時啊，亦都唔勤力，亦都唔自信嘅時候咧，咁就有啲即係以前同學話點樣啊，都受過啲冷眼嘅，咁啊亦都聽到啲香港粉絲同我講嚇，同我講話。嗰、那個美斯嘅情況嚇，大家可以聽一聽啲語音啦嚇。係買張飛，好似我個老師咁樣，4880蚊，拖兩個孫仔去睇，三個人都15000蚊啦。咁你15000蚊，喂，
落嚟啊，坦洲买套楼啊，10,000蚊，你肯去喂上会做按揭嘅，三张美斯嘅飞都买到楼啦，什么喂啊，什么啊，攞10,000蚊去受佢气啫？不如攞10,000蚊嚟啊，大湾区享受下，买间屋度假下啊，另类享受。今次呢件事咧，美斯啊錯閪曬噶啦，睇唔起我哋，玩鳩我哋。但係其實我哋會唔會都反省一下，我哋係有少少純陽咧？嚇、啊，咁啊，與其即係花咁多資源去純陽，點解唔攞少少花錢翻嚟支持下我哋祖國嚇、啊？買套樓啊，又可以享受一下啊，又可以啊啊睇下。啊！支持國家的發展啊！如果喂，睇下10年20年，咁啊，等啲國家咧平穩發展啊，水漲船高好過啦，好過嘥錢落嗰啲洋人嗰度啦，係咪先？咁其實我又好認同上邊呢個粉絲講嘅，可能係太崇洋咗少少咁樣咯，比較太崇洋咗少少咁樣就。即係講真的，真係翻翻國內玩一下，體驗一下啲生活，可能會更加好，俾到你一個更加好啲生活狀況咯，係嘛？其實就真係可能真係做錯咗嘅嚇，美斯嚇。咁啊唔緊要啦，最緊要係自己開開心心，家庭和睦嚇。新嘅一年嚟，嗱，注意一下我們的那個，喂，兩個寶貝。来再祝福一下大家的那个祝福语好不好？嗯。一祝什么？还会不会？嗯。来，一人拿一个，一人拿一个，开始。一祝爷爷奶奶福如东海，二祝姥姥姥爷寿比南山，三祝爸爸妈妈万事如意，四祝叔叔阿姨好运年年，五祝老师同学力气风发。六祝自我超越，勇往直前。那嘛，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嗯、好，咁啊，基本上咧就等小朋友玩啦吓，咁、啊、我哋就嗱，屋、啊、企人就最紧要系团团圆圆、开开心心、事业顺利吓、啊，祝大家吓。咁 今日咧就同大家吓啰里啰嗦咁样又。體驗咗下，簡單體驗咗下我哋啲過年氣息就係大概咁啦。咁啊，年初仲有啲風俗咧，係咩風俗咧？就今日朝早咧就去拜一拜神嗰啲啦，係嘛？咁啊，早食團圓飯啦。咁啊，去到年初一嘅時候咧，咁就會係唔准春糧嘅，叫做即係盾財啊，即係我哋叫儲錢、儲財神，唔准春糧嘅。最多洗一洗腳嘅啫，啊，所以每個地方風俗就唔一樣嘅嚇。咁 基本上咧，咁啊，年初一亦都唔俾去探親嘅，我哋係咁樣嘅嚇。咁 所以年初一就唔去探你哋啦嚇。咁 有機會嘅話，我落香港咧去探一探各位粉絲，帶我兩個女咧嚇、啊、去收你哋紅包噶啦。OK 啊。咁啊，唔分享咁多先啦吓，新嘅一年祝大家就新年顺利吓，心想好事成吓，拜拜。好啦，咁啊，依家凌晨7:00吓，咁啊喺度烧纸，成街都有啲炮啦，烧炮仗啦。家家户户都是这样，就是年初一就叫开大门。有分烧大炮仗了。来
啊，好勁啊！呢、這個炮仗，呢、這個風俗啊，叫燒大門嚇、啊。好，拜神啦，拜神啦！十二點就一直燒，燒到就早上嘅啊十點鐘到。啲老你都冇得瞓噶啦，嗱呢啲又去同埋我哋喺度拜神，有啲就係咯燒煙花，好緊要嚇、啊，拜神完畢啊嗱，好啦咁啊，今日就龍初二啊，我老豆嚇、啊，爸爸打下招呼先，哇，哎。好重下、啊、我老豆仲好大力嘅，比我力气仲大。这个多少钱？多少啊？六百块吓、啊。哇！呢嚿铁系咪好抵啊？各位粉丝，哇！一二三四层，有啲人咧就用嚟做嗰、那个放碗筷，有啲人咧就要放嚟放衫嘅。因为乡下啲地方就冇办法啊，佢一定咧，佢就唔中意有啲唔襟用嘅，就系咁嘅情况啊。咁啊就年初二啦，咁啊老豆就好辛勤咁做嘢啦。我屋企咧就三层高啦吓，两层半啦，三层咁样啦。嗱，隔篱呢啲就好犀利，好有钱噶啦，算成十层高啊。咁啊，我屋企就。兩層咯，唉，都係咁噶啦。Andy 可能就以前就唔係好爭氣，係嘛？咁啊，以後就努力啲、勤力啲嚇、啊，負責任啲啊，係啦。床墊咧，呢這個貴多少錢？1500啊！呢個貴嚇。咁啲鄉下啲人咧，就中意呢種咧就。即係啲乾燥唔會熱漲冷縮嗰種咯，嗱1500嚇，好似幫我講我老豆買啲嘢都有啲貴啊。我屋企做家私做咗成30多年、40年㗎啦，啊，咁我老豆都係靠呢行養大我嘅嚇，咁 所以咧就知道邊啲材料係好靚嘅，啊。这个呢2800，这个呢我知道为什么它贵一点，跟大家看看它的木材是漂亮一点，啱我们那个是沙树木，这个木够什么一点，不过我们上一集有拍过一个叫做那个叫什么家私城，那些便宜很多，可能质量没有我老豆那么漂亮，你睇呢啲有花紋呢啲，哇！呢啲應該都要1000多元噶啦。呢啲兩線嘅呢啲就1000元到，即係鄉下地方就做啲小生意咯。但係就好襟用嘅呢啲，用20年都冇所謂嘅。呢啲係床板，呢啲係一啲大圓台咯，啊，梳妝台都要500-600啊！呢啲都。嗱咁啊，睇下啱嘅，幫襯我哋屋企生意嚇，揾食艱難嚇。OK 啊，好啊，就唔影咁多啦嚇，因為屋企啲嘢我覺得貴啲啊，買嘢都係貨比三家好啊，大家去注意去睇睇自己嘅啲生意仔啊。嗱好啦，咁我哋就年初一、年初二咧，就今日嘅話就大家就要去探親啊、拜神咁樣啊，所以啲街道咧就十分之熱鬧嘅。啊，咁啊，最後尾咧就係、是、祝大家咁樣生意興隆、身體健康嚇，唔好理佢嗰啲美斯咩重唔重樣啦，多啲翻嚟國內行下、消費下嚇、啊，你嘅嗰個生活，祝你嘅生活更加美好啊，心想好事成嚇。啊，就咁先啊！拜拜，出去我都系探亲啦吓，因为拜拜，嗯。嗱、啊，俾大家睇睇我哋屋企啲街市，叫衬墟系嘛，叫做啊镜头有少少抖吓，因为未攞云台啊。
咁啊咧，我哋屋企就屬於係鎮嚟嘅，就唔係村嚇。啊，所以嘅話咧就人係都有啲足嘅。嗱，啲人探親咧就隨地取材啦。咁啊，見到啲禮品啊，啲商行啱噶啦，好多生意做嚇，依家就嗱好啊。嗱，依家咧就唔知有啲我哋地道小食啊地方咧有冇開門啦、啊？咁我就去睇睇我哋屋企地道小食開門未嘅先嚇。哇！呢、這個家姐好惡嚇，成條街都聽到啊！細個嗰陣時候，我家姐可能都係咁喝我。不過我係三姐妹，一個大哥，一個二家姐，最尾嘅咧就係我啦。我屋企人就好錫我嘅，即係每次劏雞啊，佢俾個雞髀俾我食嘅咁樣啊，所以就啊成家人都好和諧啦。咁啊，然之後咧又阿爸阿媽又好錫啊，最尾叫咪仔係嘛？咪仔啊，即係最尾嗰個肯定要錫噶啦嚇。哇！呢、這個雲吞店未開門，有一個開咗門嘅呢檔老友嚇嗱，呢、啊這個友誼為龍特色小食。喂，有冇搞錯？一個都冇得食。哇！抄翻個企先，有嘢食噶，正常都問問先。要不没毛要找气血帮你拆方案你都可以要找气血没有找气血我等啊十一两家不得一家没有事的你看看我等你啊心不低等你他没搞啊来来干看看看我还没你看哪公的聽下啲客家話聽唔聽得到嚇？好好食啊！啲好脆啊！係嗱，呢啲啊正宗嘅呢種咧係柴火叫做油罩池啊！依個啊，不過有啲熱氣啊，睇下唔好食咁多嚇啊！好誇張啊！真係。即係老闆娘惡到話偷食一隻都唔得，好想食依家，唔知點算嗱。有花生炸嘅，有呢個花生米炸嘅，有完全咩都冇嘅。即係咧，佢邊就好脆嘅，啲魚咧好鹹香。試炸得唔得？我試下冇用，嗱，一隻都唔俾試下，即係。即係生意熱鬧到咁嘅程度，係真係好啊！咁轉頭等下呢度攞只嚟試下先啦，冇辦法啦嚇。哇！老闆娘好惡啊，咁樣啊，一隻都唔俾我食啦，全部清空曬。咁啊，呢個叔叔就話俾個俾我試住先，因為口水又好似上次拍視頻咁樣，拿住嗰條脷講啊講唔到嘢啦嚇，嗱好金黃嚇。俾大家聽一聲先，聽唔聽到？哇，咔咔聲啊，好食噶！一個人至少食二十隻啊，二十隻係我正常啲 quota 嚟。咁嚇。嗱，呢啲就我鄉下小食。咁呢度咧，呢度有一隻台咧，就專門煮雲吞嘅，暫未開檔嚇。呢、這個雲吞檔都十分之掂嘅嚇，冇辦法就食唔到啦，啊就咁嚇。OK 嚇，咁我哋咧就睇下咩活動咧，再分享俾個粉絲先嚇。呢、這個係 Andy 鄉下呢個，仲有好多特色嘢食。可能啲雞鵝鴨會正啲，其他就即係小食就少啲嚇。OK， 分享到呢度嚇。嗱好啦，咁啊，再嚟睇睇鄉下呢啲腸粉嚇，絕對係真材實料。我啲中醒肉嘅契契啊，唔得，絕對有真材實料啊！啱客家話飄過啊，嚟睇睇肉加蛋幾多錢一條啊，老闆娘？嚇、啊？六
六蚊一條啊！過年新假雙煞 double 橋。OK 啊，咁啊，呢個就係三十，因為肉碎呢個係肉片、雞蛋斬啦。唔該，大包。哇，好生意啊，老闆娘啲生意，幫我打爆嚇，幫我打爆所有人，幫我打爆。哇，好生意啊！因為店頭嘅話咧，大就唔好大，大嘅話咧就真係好地道嗰啲嘢食得就呢、這個可以擔保嘅咧，就係比嗰個廣州嗰啲腸粉會好食好多。第一個係美張咧，就係、是、嗰個美打嘅。第二個咧雞蛋咧就嚇、啊、正常都係啲飼養雞生噶啦，因為嘅話啲成本好高啊嘛，係嘛、啊？好啦，到我啦。捱緊未？嗯。啊 ，OK。就買埋單先。哇！你睇，依家啲就好顛覆嘅。小朋友咧就中意食洋嘢，我哋中意食地道嘢。好不好吃的漢堡包？嗯。它好不好吃，還是這個好吃？漢堡包。漢堡包。嗯。我靠。我也是。你也是？加一啦。嗱咁啊，即系啦，依家咧係更加崇尚嗰種。即係崇唔好崇洋，即係都係到翻個美斯嘅話題，唔好崇洋啲外國人啲嘢 ，Made in China 係咪先？其實都係中國做嘅啫，啱唔啱啊？所以食多啲我哋地道啲靚嘢嚇。咁啊，係啦，啱啱小朋友亦都喺度食緊嘢，咁啊冇事，中意食咩食咩，唔關事嚇，多啲翻嚟嘗試嚇，哇幾靚！嗱，同小朋友玩咧就特別好玩嚇。咁啊，大女啊燒煙花。什麼叫黑蜘蛛王？這個。哦。咁啊喺鄉下邊咧就可以玩煙花嘅。喺、哎、呢、這個又嗱。幾開心！因為小朋友咧就著新衫。玩煙花啊，就是最舒服、最開心的了啊！一家人在散下步啊！啊，小朋友有小朋友的愉快，大人有大人的歡樂，係、啊、嘛？最緊要是新一年開開心心、團團圓圓嚇、啊！哇！大好山河，有條河喺度行下。嗱屋鄉下 ，Andy 屋企嘅鄉下就係咁噶啦，到處係啲牛啊、啲地啊咁樣，啊勤力啲嚇、啊。喂，睇下大女燒炮仗先，哎呦，哇燒個炮仗，哎呀，哇，好玩嚇、啊。好啊，我哋繼續散步啦嚇、啊。啊，新有一年，哇又燒啊，祝大家又～红红火火，哇 ！bang， 好啦 ，OK， 再见，拜拜。嗱，年初三吓，呢啲家庭条件咧，一个鸡就分四份啊，四个人罩埋佢。哇，呢啲家庭条件几富裕啊，系咪先？所以大湾区嘅生活咧系咁好噶啦，冇办法啊。嗱，呢啲鸡髀咁大只。新鮮湯嘅喎，就是、一開四搞掂，係嘛？嗱，啲人就喺度打麻雀，家家户户啲親戚咧都好似啲別墅碉堡咁樣，唔使錢嘅喺啲別墅。灣區啊，好多地嘅嚇、啊，多啲花畫改粉絲。哇！啲雞髀正啊 ，fit 到漏油真係。哇！鄉下啲搖雞，你睇睇，幾正！嗱，年初三啊咁啊吓，就亲亲戚戚咧就嚟探亲，啲地方咧地大物博系嘛，
窑鸡烧烤，好似都连续几日烧烤噶啦。嗱，俾大家睇一睇嗰个作案现场吓。嗱，就咁啊，整嗰个窑呢啲柴火，十几个鸡喺度，呢啲仲有呢啲喺度啊，正靓。嗱，几多亲戚喺度嗱，起镬啦。第三个鸡，这个叫真正窑鸡吓，嗱，你要咁上下功力先得。哇，有只正靓，嚟睇睇嗰个，哇，好快脆消灭一个鸡嘅喎呢度。嗱，有機會就啲朋友咧翻嚟我鄉下喺度嚇過下年嚇嚟探一探我。嗱，睇下啲小朋友。唔好啲角嘅，嗰日嘅。而且咧，睇到啲角過到矮，即係送啲